好耶！凉粉是用咱们这山里的一种凉粉草采了做的，把凉粉草熬出汁儿来，放凉后。一会哈，妈妈把这树枝弄下来，咱们就回去。妈妈，不要不要树枝，不要树枝。盼盼声音有些结巴，吐字似乎比平时说话困难得多，嗓子里头仿佛有什么东西卡住了。刘月本想打算把树枝拉下来的，毕竟好不容易够到了树枝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盼盼突然这样，他直接松开了拉着树枝的手，朝着盼盼走了过去。盼盼，你怎么了？而就在他话音刚落的时候，一声巨响在刘月身后响起，他回头看去，只见一根比他大腿粗的断枝木棍掉落在他刚才拉着树枝的位置。刘月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只感觉头皮发麻，他刚才就站在那里。